欢迎来到 Carindale 区温泽街46号。这栋温馨的双层级屋是 Belmont 公立小学和 Mansfield 公立中学的学区房。您可以短途驱车至 City Point 基督学校，周围交通十分便利。短途步行至 Scrub 路上的公交车站，搭乘公交车可至 Westfield Carindale 购物中心和布里斯班市中心。短途驱车可至 Metropole 和 Westfield Carindale 购物中心。短途驱车可至 Gateway 高速路。短途步行可至有儿童游乐场的 Golden Oak 街公园和 Bloomberg Creek 自行车道。短途驱车还可至 Pacific 高尔夫俱乐部。Carindale 区温泽街46号是一栋双层房屋，拥有五间卧室，全部内置衣柜，主卧室带有步入式衣帽间，卫浴套间配有淋浴、洗手台和马桶。第五间卧室在楼下，另外两间卫浴，楼上的配有淋浴、浴缸、双洗手台和暖灯，楼下的配有淋浴、马桶和洗手台。厨房配有6孔燃气灶、抽油烟机、充足的台面和烤箱。多个生活区域，包括客厅、饭厅、带空调的起居室和带空调的休闲室，双车位遥控车库，户外有平坦的后院和一个大型花园工棚。这栋 Mansfield 公立中学的学区房，等待您来把它修整成您梦想中的样子，不会停留太久，马上预约看房并出价吧。